基隆市体育职工近300人前往彰化县体育场观摩交流，一进场馆，映入眼帘的是全新的 PU 跑道，警专学生正在集训。所以我们大幅的来更新我们的体育馆跟体育场的这些外面的硬体设备，包含游泳池、田径跑道，就花了3000多万。那还有体育馆的整修，屋顶全部换新的钢构，也花了1亿2000万。那接下来体育场、体育馆呢，都可以容纳6000人，还有下面可以2000人这么多的容量，要办大型的演唱会也是可以。那游泳池那边也花了5000多万，所以除了迎接建县300年，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这边做很多的建县300的主题展览。在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州的带领下，志工们还参访了5000万正建完成的游泳池。彰化县也办过全国运动会、全民运动会，还有我们的中的小运动会，各大比赛都有办过，而且彰化县是我们6度以外是14个县最大的县市。我们就说来看人家场地，包括我们刚才也有3台车去看林口的运动中心。林口的运动中心是以射击为主，全国射击好手都出自那个地方。我们下午还要到南投去看南投的体育场，我们带我们的所有这个体育职工出外观摩，看看人家场所，看看人家的设施，以后可以提升我们基隆的体育设施及我们的体力的改革。非常感谢啦，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来这里真是受益良多，然后我会把这边好的东西带回去基隆，让年轻人有一个运动的空间，然后在议会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对，对，也希望我们基隆市的体育场不要再耽搁了。很感谢我们基隆市体育会办理这一次这个彰化县体育馆的一个观摩。我们基隆市现在除了停场在整修以外，期待能够在明年能够完工，后年我们来办理开放以外，其他设施我们大概会来以彰化县来做一个借鉴，有需要吸取一些经验的部分，我们会来加强交流采访，激荡更多的新火花，期待基隆市立体育场完工后将有更多元、开放、安全、优质的竞赛及运动场所，让基隆成为更有活力的运动城市。好，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